一直演五块的利润又送去上班了，早就没碰见做良心上桌银行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相信这美女能年轻的这个美女，然后朱姐说这一块演了最后一集了，非常幸运，所以我决定然后就送去上班了。对于她来说特别好赚，你买着完了估计另买了估计也得三四块钱。我自留着十双外来，快将我送完了，就留了一双了。嗯，对。今天给孩子们吃卤面，然后自己开个小灶，做点真槐花吃。本来以为今年吃不上了，没想到我妈留了这么多。这保存的挺好的啊。我开会儿也都还说过的人。多好吃，就最甜了。开了荤了就没有多甜。你吃什么吃卤面，连吃真黄水？我都吃孜然，这不是说连着非得刷起去的。你能不能尝试照干的？能啊，你咋吃过呀？照干的换锅了，还要吃小荤的那种。多很家的。嗯，一帮一整。刚几天一整。咱要是暂停刷，发现香油一跳，吃的不错啊，卖的都有不赖，比平常卖菜有进步了。我记得去了早，去了吃了就都是人家家店的。我好像一吃卤面吧，你总要给他做。我是这个考试成绩比较理想，比上回有进步吧。语文考了满分，数学虽然是扣了两分，但是我觉得拿着它来跟上回比还算行。嗯，就跟他自己比就中了，不用去跟你们双一班啊，或者都是三。那你今年你还比人家就双一班。嗯，那进步了就是。不能去人家打击他，适当的给他些奖励。多鼓励鼓励嘛。心酸不了，这心酸烂烂，满味都是坏货的香味。闻见坏货香味了没有？输了。嗯，多好输。花一种做粉，直接往面贴整上桌的。弄回去了。可以啊，我操，你那字儿说的也是好吃。真舍了买面贴儿，买的真不舍。还不能吃不饱了。这浇了油了。沾了油。不是，都浇了就更用剩余它。今儿就是我的饭，你比咱来真正的，一盆真槐花也吃了。18块钱，吃久了。分量还特别小，嗯，一小盆呗。嗯，真香。你俩就是香，是不是？嗯，你香也弱。黄姐给你炒炒。这款胡子终于到货了，由于下单的朋友比较多，所以厂家做的比较慢。然后有的朋友下单已经4-5天了，今天我们赶紧打包，第一时间给朋友们打包发走啊！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耐心等待。嗯，这第一批的，赶紧马不停蹄啊，赶紧办。也得赶紧下报告了。嗯，苏州到了报货速度快了，2小时就报了100来袋。到6钟了。嗯，不到6钟，然后快递来了，下发走就行了。那快递包完了，又给朋友们上架了2款新款的裤子。然后这个是从广州寄来的，然后这个厂家呢做的都是比较高端一点的裤子。来，先从它的包装袋子开始吧。包装袋子是这样的啊，里面对，里面那个内袋好像是这种，它是没有一点异味的。我给朋友们看一下，拆开看一下。它那个袋子都是棉纺的，它不是说那种廉价的材质，对。然后它裤子呢是一个九分的。方格的九分裤，这个吊牌都是高端一点的吊牌，对。从这个口袋这儿开始吧，口袋它是两边做了两个大口袋，能放下手机，这边带个图标的，这是在前面的是吗？对，这是前面，然后这个是后边，后边的话它是做了一个假口袋，看着洋气一点，然后里边没有一个线头，做工都是走线，做工都是挺好的，全部包边了哈。这边包边，而且对对对，它的重点在这儿。一般你穿的那个松紧腰的裤子，它只是松紧腰，但是它这个做了能放腰带，底下它是这种做了这个褶皱的，然后底下自然收口的这种。废话不多说，我迫不及待的先穿上试一下。对，还有一个这一款啊，这款你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。对，这款的话，它是一个超薄的面膜裤。它裤长是1米，比较长一点，它是这种直筒的筒裤，裤型挺好看的，我待会给大家试穿一下。然后一个黑色，还有一个杏色的，这就是穿上去的效果。它是一个九分的，然后面料真的是透气性超好超好的，含棉量是95%的。对，它这里写了两个大口袋，
可以放下手机的。主要是前面这两个口袋啊，特别洋气啊，手机刚好放进去。然后它后面是做了一个假口袋的设计，但是特别凉快的布料，对，垂感也挺好的。是百搭的一条裤子，然后这条裤子可以和朋友们保证，它是不会起球、不会褪色、不会变形的。对，一分价钱一分货啊。超薄的面膜裤，然后它真的穿身上像是一个空调一样，特别凉快啊。